同志们请看，这是 TNT 炸药，重量200克，刚才同志们看着那个威力就有这么大。这是各种地雷，这是我们排爆的工具，这个是侦察有害气体和有害毒体的快速检测箱，这几道就是我们的排爆壶，看似很普通的一个暖水瓶，当你一解开瓶罩的时候，你们请看，这个里面有可能就是300克的 TNT。 同志们更应该了解和掌握的就是如何排除人身上的炸弹。以上所讲的就是为了完成新的任务，我们进行了排爆训练。撒雪莉表现出异常的积极和勇敢，大家都觉得他好像变了个人。撒雪莉说他这次真的要立功，而且要立大功，一定要干出个样子给大家看看。里面有爆炸物，可以进去。听说你要去澳大利亚吧，你妈妈写信给你。啊，是，不过那是我妈妈的意思，我自己不想去。你想去也得3年当满了你才能去。满了我也不想去，我舍不得离开大家，我也舍不得离开特警队。是吧？有感情啊。嗯。哎，到时候要真去澳大利亚，可别把我们忘了啊！我怎么可能忘了你们嘛？今天带你们去执行那个任务，我们公安很相信我们，特别是对你们四个在偷吃完成任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这次那个任务比偷吃那个任务更难，危险性更大。哎，乔队长，来，坐，坐。上次咱们任务配合得非常好啊，所以这一次又有任务了，又想到你们。这个酒店呢，是咱们这次工作的目标，工作保护对象呢，就在咱们这个八路上住。具体任务呢，队长，他们清不清楚啊？打开查，他，太红，保安公司。女保镖，她五号，沙雪莉，驾驶员，驾驶技术好，不错。杨继军，外办指派的女导游，反应挺快的嘛。耿菊花，宾馆服务员，像一像哈。罗科长，你到保安部去看一下啊，把他们经理请来一下。好。为了圆满完成咱们这次任务，我们今天就是以咖啡代酒。好好好，处长请客。谢谢处长，谢谢处长。任务完成以后再请客啊。那一杯咖啡30块钱啊。
说话。Housekeeping, may I come in? 说。说普通话，先说英语。Housekeeping, may I come in? Housekeeping, may I come in? 说英语啊。嗯。Housekeeping, may I come in? 再见，小姐，早上好。小姐，早上好。你好。我是 coupon 部的服务生，可以为您服务吗？当然可以。那好，进来。哎，我说，待会儿进去以后啊，我们规定的程序做好。那我有事先去大堂，有事再找我哈。哎 ，housekeeping， 没事。我是 keep from 说广州话，你先说广州话。应该说普通话。我是客房部的广州话。明白了，行了吧你？真的。喂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黄富婆了。沙富婆也行啊。怎么坐在那儿啊？站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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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坐好的，起来。你搞啥子服务吧？倒叉子。小秘书还挺漂亮哈、啊，身材也不错。你站着干嘛呀你？铺床。我要睡觉，你站着干嘛？你想烫死我你？哎，沙虎婆，你都不晓得等到水凉了再喝啊？去铺床，要不然就出去，出去！你去！啊、起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刚配发的神器，嘘，别弄坏了。数字摄像机，你看镜头在这儿，就这个，我现在还没开呢，你看。啊，这个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是。哎，别等了。电话，电话，别说话啊。嘘。喂，队长。哦，我们正在训练。嗯，好，是，再见啊，队长。好嘞，我们正在训练。他究竟坐上一辆什么样的车？刚才那个胖子就是黑色的，真的，他就是黑色的。队长说了，要让我们严密监视，千万别把目标弄丢了。对的，都不要。好。就是那个小白狼哦，丽丽，嗯，你注意观察，好，随时汇报情况。我和耿菊花跟上去。嗯，让我去吧，你留下来。小雪，还是你留下来吧，我跟杨姐姐一起去。哎呀，让我进去吧。服从命令。检查武器。是。
的，还有那个，你们整整来，好，看到了吧？画点口红，别画，别让他们看出破绽。好了好了，一句话，你也整整。好了好了，坐下。啊，走，小心。就这了，哦，走。哎，我们现在正在接近小白楼。啊，他们已经进入小白楼。啊！你做啥？我要参加。要为啥参加？我想让他们看看。还那啥？回去。这个呢？先放开他。我是宾馆服务员，黄奶奶的文件忘了拿。我的领班让我把文件送给黄奶奶，我没想到。宾馆服务员？王太太，这地方可能条件不太好，咱们换个地儿吧。给我走。杨继军他们已经进去，大概是有对讲机吗？有。不好，他们可能有危险，对方要撕票。指挥部队秘密包围小楼。好，一二中，赶快走走，枪不要动，目标赶快走走。好
怎么样情况？处长，里面没人。可能已经转移了。其他房间搜查过没有？只搜了一个套房。陈队长，我们进去看看。注意，一分队、二分队，把每这一栋楼每一个房间搜索岗。你等你慢点好不好？我受不了。班长，喂，他们没走远，他们肯定被绑架了，已经暴露，现在非常危险，我马上给司领导报告。李小队，现在情况非常危险。对，有人动，交管。我们在江北接的中心。对。铁头妖，微波解锁器已经接好，效果咋样？请指示。